拍照吗？还没。换一下。ガッツリループしたね。等到我们把牛排吃完之后，他给我们说。他是这样写，照他写。是真的蛮嫩的。酒精只有两个星，没有吧？哇，刚刚啦。对啊，现在。吃不到，没力啊。こちらの方2分ほども食べて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。半分ぐらいになったら入れて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はい、あります。
可以直接吃了吧。满满的韭菜，最后给小猪吃吧。我吃了耶。我有点吧。有点咸，有味噌的香味。汤很咸，但是老实说还蛮香。防护真的不好，没办法。是，没事啊。不行。牛杂锅，他这家有放的。Both of us.
WiFi 了 ，WiFi 成功。说的对了，这味道真的是重。要喝水。老三，嗨。这个还行，这个前味都不一样。阿志。这是味噌口味，切れました？いや、大丈夫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、菜也吃不吃？要吃不吃？汤都出来了。直接上了，现在日本很少吃得到豆芽，豆芽菜。豆芽吗？好，豆芽。两块，两块比较贵。如果就是这一档。是刚那个，我们刚刚是算套餐，一个人2980。他除了这一锅之外，前菜还有那个牛排都算在一起。
他给我，他说是他给我们是三人份。你要算重量。哎，许哥，谢谢，谢谢订阅。两人份就要6900吧，哇，很贵嘞，一个人要100多块美金嘞。我在美国吃，大概70块、80块美金就已经是顶级了，就已经是很老实很老实。台湾牛排真的还是比较贵，他可能吃的就是顶级牛肉。麦饭好吃，
坏的。浇白饭，加白饭进来吃是真的太醉了。我吸的满满的都是油。应该是没有肉了，我应该吃完了，我应该把它吃完。你要最后一块吗？我其实在这个锅之前吃太多了，吃了两块牛排，然后豆腐、毛豆、沙拉，其实这锅还蛮多的。他们全部都点，都点位置。日本人都点位置。毫不犹豫的选了位置。他们已经习惯了。不然我就是我觉得我们前菜吃太多。你觉得真是咸？はい、どうぞ。
吃不下。吃太饱对不对？今天吃的东西里面，好像那个梨汁饼是最最有价值的。我觉得那个还蛮特别的，虽然很甜，叫我再吃第二个我也不行。但我觉得甜的好吃。啊，对。就是它甜的，它吃我觉得不会甜。梨汁饼那个吃起来很有价值。你看你的茶泡饭不好吃，那你茶泡饭也很好吃，对，还不错。对，但我让我选，我选今天吃到的猪脚，会是那个梅子脚。虽然叫我吃两颗，我是不行，我吃两颗都受不了，一颗是刚刚好。那我们浪费了八个，有八个梅子饼。哦，再换一个一包，换四个带回来。好像也不错，想吃的时候还是可以吃一下。我们睡前给他。都没有那么好吃啦。我是说冷掉了。没有热的。刚烤好是真的很软的 Q 啊。我那个不是有烤箱的。一样吧。可能烤下来还是很好吃。所以我们都要去找药妆店。我记得一楼有。对啊。可是不像我们之前逛的那种大家的。地下室。啊？地下室。地下室。有一块大。一块。大块。吃掉了。牛肠。牛肠。新闻都是报忧不报喜，最爱报这些哪里出事的。他睡到七楼的时候已经死了。然后来他们去查了这个，后来他们要管理员，然后他来，不是，主要的怎么变成了？然后去，就去，因为他们那个不是你们那个锁，是那个会写办的那个警察，家里那边给你，后来去找管理员。然后离开现场没有什么，
跳楼。仕上げに入れてますので、あと1、2分も込んでもいいですか。これは伊藤の。一直穿一穿。到了。又到了 shopping time。哦，好吧，真棒。开心，开心的时刻。天啊，这个都这个城市真的是。
的平常手机网络还是不行，但不是那一间，网络还是不行啊。切回 WiFi 好了。有回来了吗？应该回来了。好啦，我切到另外一个 WiFi 了，好不好？我切到那个福冈市的 WiFi。可以再撑一下。这个 WiFi 不稳定是不是？看来这 WiFi 真的不太稳定，硬的时候了。路蒙涌好了，内阁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因为这边 WiFi 都不算。4块钱有吧？哎，没有，已经出来了。那明天早上来。哈？好了，走了，点就买了。非常累格，怎么了？来。回去啊，去东爽那边啊，但是我们在那边。从东侧对啦。但是那边是比较靠近我们原本去的那里，在另外一个。我们只要从东侧出去就好了，其实没差，反正就是要从东侧出去往南走。